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工。现在中午12点多了，马上就要到仓库发货了，顺便在楼底下随便吃一点吧。下边有几个快餐店，我们现在去看看吧。好，我们来到了楼下，前面就是那家快餐店。看这下面全都是电瓶车呀，说明这边的人流量挺大的。你看，但是呢，快餐店里面的顾客却很少啊。现在都12点多了，应该是都是正常吃饭的点了，里面还是没有什么人。看这他家门头，他家对面呢也是一家快餐店，他两家竞争，不过也没有什么人呀。看看他家的菜吧。这边全都是荤菜，这边都是素菜，种类还是挺多的。他家一份就是10块钱吧，两荤两素，要先给钱才能吃。不过这样的方式有点不爽。这个。这个是什么猪蹄吧？那个呢？那个。啊，这就这个，这个炸牛杂吧，牛杂吧，牛杂，啊，这个不是牛杂，就这个吧。这个猪对蹄对对对。那个下去这个是什么？红糖。哦，红啊，糖。这个。素的，茄子都有。啊，那个什么？这个是茄子，好，茄子。好，行。还要一份什么？就胡萝卜吧，那是胡萝卜吧？不是土豆。好，就土豆。我是近视眼啊，所以我打菜的时候都要问问他，不然我看不见呀。随便找个地方坐吧。打了一个猪蹄子，一个鸡腿，茄子，土豆，看对面。简单装修啊，这里。生意不怎么样，空调也开着，挺不错的。吃饱了，出来了，准备回去发货了。今天就拍到这吧，拜拜。